Hello，Hello，哇，又到了我们亲子的时间喽。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呢，是什么样的日子呢？我们听一下音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是的，就是生日。是谁的生日呢？是谁的生日呢？不是阿布比的生日，也不是我的生日，不但妈妈生日，所以呢，今天我穿了这一件，哎，全家福的衣服，然后呢，阿布比呢也一起在自己镜头前面，还我特别制作了一个亲手的蛋糕。刚刚已经有音乐已经唱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来，阿布比又要乱跑了，来，我们来吃蛋糕，我们要帮妈妈过生日。Hi, happy birthday to my dear wife. OK, 这个蛋糕呢，我亲自特地制作的，蛮好吃的哦。来吃一口看看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嗯，来，我吃一口。阿布比看到我吃一口啊，他也想吃。哇，我们这个蛋糕是特制的。嗯，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吃，自己亲手做的戚风蛋糕，手撕戚风蛋糕，生日快乐啦，老婆。嗯，虽然你没办法吃到，但是我帮你吃，我的心意这么大，拜拜。